为拍摄古装剧人气直接大爆红，但近期在拍摄新戏却不小心发生受伤意外，其实就被拍到趴着送医的画面，让不少粉丝很担心。就网友爆料，陈毅之所以会受伤，好像是因为剧组另一名演员郑业成同时拍了两部戏，导致剧组不得不把拍摄时间压缩，也因为密集的武打戏让陈毅无法负荷，腰伤再度复发。甚至还有粉丝指出，郑业成离开前只拍了比较轻松的戏，剩下的武打戏都留给了替身和陈毅拍摄，可能也是这样才让陈毅旧伤复发。对此，郑业成也发声表示，他始终有配合演员合约的拍摄周期，努力向观众呈现对角色最好的样子，呼吁网络上乱散播谣言者自行删除，否则将采取法律手段追究，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